进去了。我出来的时候忘记拿伞了，不用了。雷神还特意叮嘱我，啊，说来有一把伞，可我忘记了，我直接跑的了。我正在找，我已经找到了翁星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地点了。我靠！啊！是这种地方，上三楼是吧？上。这怎么啥都没有啊？我靠！别的都贵，就这里便宜一点。老板，老板。老板儿，老板儿，老板，有人吗？
老板，有没有人？换个地方，有没有大哥给换一个地方的？有没有老板给换一个地方的？老板，能轻点吗？可是他没有人啊，哦，轻一点他喊不着。姐姐，你知道老板在哪儿吗？什么事啊？你是老板？这房。美团订的吗？嗯。来、啊。说话。308是吗？311，308在哪里哟？这里，308找到了。308。我竟然看到一个不穿衣服的人，太他妈吓人了！我刚看到一个男的没有穿衣服，我日，还盯我看了一眼，我靠！我刚看到一个男的，我靠！我刚看了一个男的。穿了一个裤衩子，穿了一个裤衩子在走廊里走，就我刚还没有关门，我一低头，我一抬头，这里不用100块钱，不用100块，80块钱，我刚看见一个男的在去那边上厕所，从那边走过去的，就是走那个地方走过去的。这个对，80块钱，80块钱我就睡几个小时。
一晚上一个飞机的主播，有什么资格说自己要睡老婆的地方，对吧？想想花呗刷爆过来的就心酸。我去。这个，这还算好的了。我以前住过最差的房子是铁皮的，别说了。我以前住的最差的房子是铁皮的，就是那种十瓦的铁皮房子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平房不是我家的，那个铁皮的房子是我们员工宿舍。我上大学的时候打工的员工宿舍，那时候老板为了省钱，他又舍不得去租房子，然后他为了省钱就300平，那是豪宅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那他就说挺好的，他就说挺好的。哦。就是板，对，就是木板搭起来的，就是木板房搭起来的。然后下雨的时候它漏雨，它渗雨，把我的被子都渗湿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的妇科类的疾病，就是有真菌感染。我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，后来我才发现是被子太脏了，因为被子发霉了，因为下雨，经常下雨，那个板房，它板房有点渗水，我的被子都发霉了。然后被子发霉了之后，然后就容易，就是衣服啊就很脏，衣服身上就很脏，然后就导致有炎症。然后我就想，哎，我这好好的，我也没有乱来，我又挺洁身自好的，怎么会有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对，我住那个板房，就是板房，然后我第一次得
就是有妇科类的那个什么。我靠！我说我又很洁身自好，怎么会有那种东西？然后后来我把被子晒一晒、洗一洗，我就好了，我就没事了，就再也没有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经常晒被子，经常吐，就是经常会把被子什么的晒一晒。睡觉了，还播带觉得没有用。唉，谢谢峰哥的转飞飞机，谢谢峰哥的转飞飞机，谢谢峰哥的转飞飞机，好惨啊。嗯，谢谢峰哥的转飞飞机。谢谢峰哥，哇，太不容易了，太难了，真的，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得妇科类的，嗯，然后后来我发现了，是因为被子的原因，以后，我从那以后我就天天晒被子，基本上一个星期我就要晒一次，一个多星期，最多一个月我就要晒一次，洗一次。不然的话还是会一晚上男女混住上下铺。嗯，欢迎光和颜。嗯，五点了，是的。嗯，我的水呢？我记得我进来的时候我还在，我睡觉了，对，睡觉了，我睡觉了，峰哥。嗯，谢谢峰哥。对啊，我刚刚还在喝，哦，我丢了，喝完了。我不脱衣服睡觉，我不会脱衣服睡觉。十点也就差五个小时，我九点钟就要起来，我睡觉了，因为我九点钟要起来洗漱，我不可能这个样子出去啊。九点，现在五点到九点才几个小时，五点到九点，四个小时，我只能睡四个小时了，我要睡觉了，不能说了。峰峰，谢谢峰哥。
这算是好的了，下雨不淋了。我觉得这虽然看起来有点那个，但是下雨淋不到。我原来住的房子比这还要差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以前说我小时候是捡垃圾长大的，你们都没有信的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地方住。那是我冬天的时候，冬天的时候去打工的。我冬天的时候去打的工，然后我没有地方住，那时候没有钱租房子。那时候没有钱租房子。欢迎不慌哥。这个故事兄弟们都不在，欢迎不慌哥，我找到房子了，你看，给你看一下，给你看一下，我的妈呀，我靠，太惨了，我刚刚，欢迎不慌哥，我刚刚。看到那边，从那个正对面走过来一个人，到这里上厕所。我靠，查不出酒店，太贵了呀，不换个。太贵了呀。关键是我不知道，刚刚这边是卫生间是不是？花被刷爆了，你看，哇，巧！然后你看这个，哇。在罗湖就不会碰到这些，关键是我一开始我以为我进错地方了，这外面还在装修，你知道吗？这外面还在装修，我靠！这外面还在装修，我在美团上订的，我在美团上订的，我刚走在楼梯上上来，我走这楼梯上来的，然后我一上来我他妈傻眼了。200来元子，这个就几十块钱，这就几十块钱。这就几十块钱，主要是这门口竟然还在装修，给我震傻眼了。然后这就是我住的房间，欢迎乘风破浪，越努力越幸运。能省一点是一点吧，该省的地方省一下啊。你像我昨天卡卡刷，又把路费给刷光了，我靠，我靠，该省的省，现在东西堵住门，这什么鬼地方？有的时候会，有的时候会。有的时候会成不慌哥。
咱就不讨论这个了。上头了，不是人多的时候，我晕晕乎乎的时候就咔咔干，他妈的不就是干吗？干，老子也干。昨天上头了，昨天上头了。哪个妹妹？怎么你想去啊？你看我还不够，你还要去看别的小姑娘，你这过分啊！你的包包够用吗？你的包包够用吗，波涵哥？我昨天上头了，鱼吧里面，昨天上头了。昨天我问大家在干嘛，他们不理我，不理我，我就好吧，你不理我可以，咱就干。说干就干，咔咔上，然后冲到人家，冲到日本，冲到了宝山，哎呀，好吧，然后今天就得省了，咱就只能住这种地方了，对吧？能省一点是一点，是吧？主要是我在手机上点了，我不知道这环境是这样的，不知道这环境是这样子的，我不是故意的啊。这不能退，不是有这样，反正是回给住的。再说吧。知道了，峰哥。我知道了，峰哥。电视嘛，不看，不看电视了，看啥呀？早点休息了。电视应该是没有声音的。这个电视应该是没有声音的。那？这电视应该是没有声音的，坏的。没事。有无线啊？没有线，这个不能用，不换个。如果你不是几个小时就有事做了，你就给我换一个。没有限制，不放歌，这个应该是不能用的。没事儿，
等过两天你去我爸那边，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环境差。我们过两天不就去我爸妈那边了吗？汕头，你就会知道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多差。这里还好，等一下过一段时间，等去我爸妈那边，你们会发现那边环境会比这边还要差。水平比较高，但是我们不是很好，反正我们家过得不怎么好。我会跟你们讲一下我曾经走过哪些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录屏。我会告诉你我小时候在哪里生活的。你视频都打完了，行吧，那你去吧。这边有小雨，但是还好。早点休息。好的，好的，不欢哥，我知道了，不欢哥。没事。门已经锁着了，反锁了。人生难免有变幻，不悲却有欢，愿意有情，所以不孤单。烦恼都短暂，愿你匆忙，脚步能放慢。不忘回头看，愿你此生尽心无遗憾。愿你温暖，愿你幸福光。愿你时光灯花，愿故人不散，愿你余生两人永相伴。无悲也有欢，愿你亲友所以不孤单。烦恼都短暂，愿你匆忙脚步能放慢。不忘回头看，愿你此生尽心无遗憾。万事皆圆满。头看，愿你此生尽心无遗憾，万事皆圆满。愿你此生尽心无遗憾，万事皆圆满。就是一头喝水的牛。
是喝水的油。啊，嘴巴大大都是姐夫。大哥还是你懂得爱护小姐姐。下次你有内容配了，你要陪我干嘛？你想陪我什么？我再唱一首歌，我们就睡觉吧。你给我转，你再唱，马上旁边的色狼就要来敲门了。我再给你唱，给你们唱一首歌，我就睡觉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一首歌。一人完成两个人的不通关游戏，为何你还不满意？冰箱里的东西早就过期，留言还是照一，到夜深人静只剩我和空气。没道理，你伤害仅仅此而已，谁还没有一丝委屈？不再关心我的世界下了雨，秋风吹过八千里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，可是伤心干刻在有情人的海底，那最潮湿的海意写过这最伤人语句，或许遥不可及才得人心。把房退了，嗯，没事儿，定都定了。住都住了，没关系。几个小时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大哥不用了，这房间不能退，点都点了，不能退，而且还好了。你等过两天，你去我家，你才会发现我家的环境比这还差，就是说我家连这个环境可能都没有。就是我在我爸妈那边连这个环境都没有。我第一次住到那个，我回家住到那个叫什么板房的时候，雨季或许遥不可及才得人心，小木吹过八千里，流云和月都曾爱过你，可是潮汐干刻在有情人的海底，那
最潮湿的寒夜，写过这最伤人的一句。好了。好，我睡觉了，睡了睡了，说完了，唱完这首歌我们就睡觉，说了睡咱就睡，我睡了，波王哥，明天见，方哥，明天见，波王哥，春云哥，方哥，万苑，光和颜，大飞。嗯，丹尼，游安天成，走啦，我睡觉了。晚安，拜拜。感谢峰哥。这段你要剪。我靠，你怎么什么都剪？那我等一下过两天去我爸妈那边，你不是要剪死？你不是要剪死？因为我家那边条件比这边还要差。嗯，走啦，拜拜，晚安。啥干点呀？圆妹妹还是什么的，我爸妈打我一顿，你不得一个着火？我爸妈打我一顿，你必须一个着火，我不管。欢迎海上哥，欢迎海上哥，嘿，睡了睡了，要睡觉了，拜拜。海上哥来晚了，我要睡觉了，五点了，九点钟要起来，只能睡四个小时了。没有，前面好似谁，不好似谁，睡觉。那也要睡，因为明天还有很多事情。明天还有很多事情。你这挂都不去了，去了去了，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三个钟头他就走了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拜拜。明天早上准时见，明天九点十点吧，十点准时开，明天十点开播。拜拜。一会儿见。